我叫努尔艾丽，是一家食品公司的糕点师。我第一个会做的甜品是巴卡利，巴卡利是我们新疆人都很喜欢的一种美食。看似很简单，但是想要把握好每一种配料的比例，起码要学习半年才能出师。两年前刚来这里上班的时候，感觉时间不够用，本想做梦都会想到制作步骤、配方比例。直到现在，因为热爱，我已有原来的差异不同，做到极简巨人，成了大家口里师傅。我觉得想要做好一件事情，保持热爱是很重要的。现在我也用时间在工作之余去做我一直喜欢的音乐。原来因为工作太忙，可能有些耽误，现在我想慢慢的捡起这份热爱。私底下要勤于联系琢磨和乐队的小伙伴们去驻场。我想趁年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奋斗吧，年轻人。